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道心魔幻啊，我是韩梦。今天呢，来带着大家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穿越魔术贼战。首先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上啊，有一张破掉的梅花 K， 对不对？当然呢，还有橡皮筋啊，贼战就在这里。首先呢，将橡皮筋拉出来一条，不要着急，事情就发生在一瞬间。One, two, three。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布着白啊，已经完全的穿越了橡皮筋啊，真的在里面。谢谢大家。好了，教学环节。在教学环节之前呢，我们首先公布一下上期阵容效果。OK， 我们会把魔术大礼包寄给你。接下来呢，进入这个魔术的教学环节。你首先呢需要一张扑克牌，然后呢用美工刀或者裁纸刀把中间这种框割出来，然后呢在上面这里割出来一道缝，把一根橡皮筋丢进去，然后呢在后面把这个缝给上。这个准备动作就算是完成了。之后呢，把橡皮筋吊在这个缝里，挂在这里。然后呢，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住这个橡皮筋和这个缝。然后呢，左手的小拇指过来穿过来，右手的小拇指过来。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把橡皮筋捏住啊，项链看起来就十分像在外面，其实呢，它一直都是在里面。接下来你需要在左手挥动的过程当中呢放掉，然后呢，这个扑克牌自然就会穿越橡皮筋了。当然你要展示的时候也要这么捏住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这个呢就是扑克牌穿越橡皮筋的魔术。如果说观众说要检查怎么办呢？裁纸刀不是还在吗？对不对？好，这期呢就到这里。当然呢，如果大家在我们视频下方评论点赞，这期我们依然会魔术大礼包相送。 OK， 这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Hey